维修的操作，这次要求的对位精准性要求非常高，所以它对航天的操作的精准度，以及航天员的这个对工具的使用的熟练度要求是比较高，还要做地面和天地的交互确认，确认我们的位置准不准，然后航天作业完成以后，还要判断的是我们维修作业达没达到预期，所以这种确认工作，这个步骤和环节会增加很多。 挑战巨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在轨维修活动。此时此刻，身临其境，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这句话的深刻内涵。感谢地面团队的帮助支持，让我的第一次出舱体验如此美好。在一起追梦圆梦的路上。 是你们给了我们最温暖、最安全的依靠，我们永远和大家在一起。 这次虽然说是试验性维修，其实我们达到了维修的。 这次非常棒，完成的非常好，标志着我们具备了舱外的维修的能力，也为我们后续的保障空间站的安全可靠的运行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